COP28 东道国阿联酋为何受到争议？11月30日 ，COP28 在阿联酋迪拜开幕，新任大会主席贾比尔从 COP27 主席舒克里手中接过象征决定权的小锤，宣布大会开幕。阿联酋是产油大国，贾比尔是阿联酋最大的国有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正是由于这样的身份，此次气候大会被质疑的声音从未间断。开幕式上，贾比尔宣布阿联酋将向为帮助脆弱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所设立的损失和损害基金提供1亿美金的支持。对这些争议，你是怎么看的呢？